我们伊甸工会在这边从今天开始罢工。那个加班时数是要加到46小时才有到3万。那如果这样子算起来的话，我们是不是大概都2万2、2万3，甚至要2万4都很难？那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吗？那你这个公共工程，你这个是公共服务的东西，你公共工程你这个是这样子，公益处你既然说钱给他，其他我们不管，是这样是用公帑的吗？3万1、3万2的月薪是要每天做10小时、11小时才要这样的收入，这样根本就是一个低薪血汗的劳动环境。当时我们来签约的是103年，那时候是基本薪资是17280，所以我们签下去的时候，伊甸到现在都没有换过约，就是用17280叫不定时契约给你熬。连续3年，从2015、2016、2017，我们富康巴士的业务哈。几乎每3年，这3年每年呢都被台北市劳动局检查出劳动检查出违法。为什么违法？就是因为伊甸基金会长期让富康巴士的驾驶在那1小时的休息时间仍然必须要待命，因此呢而被台北市政府裁罚。我们驾驶，我们工会希望说能够讨回这1小时休息仍需待命的加班费，但是呢，伊甸基金会以及台北市政府始终不肯好好解决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双方在一直没有共识的情况之下，争议还是存在，所以劳动局的立场还是希望说双方可以合议，再向本局申请合议仲裁。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说明的。以上我们工会呢以为是由交付台北市劳动局去做仲裁，可是呢资方却坚持是必须要中华民国仲裁协会仲裁。那我们都知道说，如果你要交付仲裁协会，你要先必须由工会这边先支付10到15万的仲裁费用，这完全是吃定了弱势的驾驶。那请问面对说这样资方其实根本没有诚意去做仲裁，那刚才那个林康专员提到说您希望说双方可以请仲裁途径，那请问面对释放这样态度，请问劳动局能有什么作为？我是强调哈，如果说有人申诉，我们劳动局的立场一定是介入检查。那如果资方不怕，我们当然是重复持续加强的去检查，检查到他改善为止。我想我们应该要这样强调。我们最主要有3点的诉求，大家可以看新闻稿的3页。那我们要求说，市政府以及所属的社会局、交通局、劳动局应该要展现公权力来捍卫劳工，并且正视伊甸工会的罢工诉求，让面对劳资争议去改善驾驶的劳动条件。第二个，我们要求市政府应该要重新检讨标案内容，修改呢原本呢必然导致过劳的营运补助计算方式。第三点，那市政府应该要在标案合约内容用来保障驾驶免于低薪过劳的前提呢，明定驾驶的最低劳动条件，而非仅以遵照劳基法简单带过，并且让民间单位呢自由的运用这些补助费用。契约里面规范是工作日的部分，它出勤9趟，在假日的部分它是出勤1/2，也就是大约是4.5趟的一个计算。那所有的包含是公车还是其他的捷运的部分，一年365天都民众有这个需求，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包含说在排班上来讲，它可以去排驾驶休息的时间，这个部分是我们一直要求，就是以业的部分要做到这一点的部分。那当然就驾驶这边所诉求的一些4项的部分哦，那包含刚刚劳动局也有做一些回应的部分，他很明确，只要是违法的部分哦，我想这个部分市府绝对不会宽待。那但是就诉求上来讲，是不是医院跟工会这边能够再做一些更多的一些协商，不要去影响到一些身心障碍者的权利哦，这个部分市府也会尽力来做一些协助。他那个里面就载明得很清楚，就是我这些钱给你，然后你们事后的监督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反正他趟次来了，我就给你钱，我也不管你几个钟头，你跑得怎么样？我们的工会是这样花的吗？我们市政府的公帑原来是这样子花的，我全部给你，
那其他你以后你就是你一代的事情。我们公民处我们管不着，都是让这样谈在支持，你们认为这样对吗？人民的血汗钱是这样子花的，交给你啊，你一店基金会你要怎么样我不管。给予承包单位，也就是一店基金会，每一笔固定的一个趟次的补助金以及收取的车资，但是呢就完完全全不要没有规定说呢我们要怎么去分配这些金额给驾驶给所有劳动者，而是让一店基金会自由的运用。问题是这过程当中有多少的黑箱，这过程当中呢到底这些钱怎么分配，是否完全置之不理。这的部分规范的是很明确，因为这是一个依照政府采购法上网去公告的一个契约，所以当初是任何合格的厂商都能够来投标。那当初一店来投标之后，这个契约也规范得很清楚，就是你有跑多少趟次的部分，我会依照这个趟次去支付你这个费用。那契约中也规范得很清楚，你相关的部分去必须去符合包含像劳基法等相关法令的规定，如果有违反的部分，那刚刚我们劳动局的部分他也会去做检查，该开罚的就开罚，哦，这个部分是各自有权责分工，是非常明确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是依照这个部分一直来做执行。那目前的部分只要有违法，哦，我们都会依照法令来做相关的处理。不容血汗，一店违法，是否出面？富康低薪，科批踹供，富康血汗，拒绝低薪。